战力爆发，一来就觉得哇，天地三宝，今天应该第一次宵夜之类的。还有，意志实在是很可惜。你今天带来的那个开席问很好，还带换来祭拜了，带来一阵。先喝一罐，下次先喝完再来，好不好？先喝一罐，拿一罐准备。啊，不管怎样，大家其实今天每一场比赛以来，今天算是真的蛮好的。可是接下来下一季的比赛要开始的时候，应该是九月。几月？九月。